我们晚上去哪儿吃饭？去楼下三楼的一家饭馆。OK。第一次团建。准备还要跟华仔吃饭啊？哎呀，这样可惜了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谢谢。坐吧，请坐。坐吧，坐吧，先坐，先坐。开心。开心。我们点餐。谢谢。明天晚上我的那个电鼓就到了，正好教我们吹两下。对，我可以教你们打。他会打鼓。然后我准备在宿舍里安一套那个，就在现在住。我会被投诉吗？我买了隔音垫。他投诉，只有他投诉。你的安稳日子到头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也喜欢学习。他每天对律所的那个发泄都回去。明天早上打鼓把他敲醒。哎，好主意。欣赏一下，你们还打鼓？对对，他一开始跟我见面第一面，他跟我说他喜欢打架子鼓，他把那个子鼓说得很小声，我就听啊，你喜欢打架？子鼓只是个语气词啦，子鼓。我吓飞了。天津会经常看那种就相声什么的吗？会啊，就是你去那种著名景点都是相声。真的吗？而且我们班有一半同学都会讲。不讲会讲相声、啊、那你会吗？你想想去。我是最塑料的天津人。对，我会讲很塑料的天津快板。对对，姐姐姐姐什么时候来听一下、啊、什么时候去听吧。我觉得下次会让你们展示才艺。这个 Kimberly 肯定会才艺。古筝。古筝。哇哇，我也是。我也是一起哇、哦、你有什么才艺？我有才艺啊，唢呐。哇，你看都你看都传统乐队传统都很传统。雨桐你会吗？我是小提琴。小提琴、哦、就你啊，你如果会我就要哭了。如果一定要说乐器的话、啊、尤克里里。可以凑齐了一个那个乐队。对，我觉得下次真的会让你们展示才艺，太强了。现在我就好奇华仔会不会。我觉得他会唱歌。长得就像会唱歌。对，长得像唱得很好。对。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短期学个才艺？只懂法律不懂乐器。好吧。我还是觉得终于可以跟你们聊天。我也是。我们昨天到今天都不敢跟你们聊天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敢聊？说我刺探军情嘛。夸张了。怪内疚的，你这样。我们一起碰个杯好吗？那我代表逍遥跟大家碰吧。好，来第一次碰杯。来来来。我是吃了真正辣。来，拍个照片，拍个照片。可以啊。OK， 那我们走吧。走了走了走了，回家去，赶紧回去休息啊。我们的最终的评定结果呢，是让你作为踢馆实习生加入到我们的整齐实习生培养计划当中来。好的。这才实习几天啊，就赶我们走吗？我晚上是不是要被淘汰？救命。各位的职场工作经历当中，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突然从天而降一个踢馆者，然后对自己构成威胁的这种经历？突然让我想到了我以前在舞蹈学院附中学习的一段经历。比如说有一个三个人四个人的一个小组合的一个舞蹈，其他人他就是要从里面选拔。对，我就让这三个人跳，其他人就是备选。嗯，金靖遇到过吗？我没有，我都是威胁别人。一直都是那么优秀，一直威胁别人。就是我刚出道的那个就是节目，其实是我是被叫去救场的，我都是一直坐在下面的。那你是踢馆的？我也没有这么想啦，无人在意，我偷偷的啪冲上去。你长得特别像我小时候钢琴老师，所以我一见你就有点发怵。对，血脉压制是吗？就这两天你不要被我打击到了。因为我是永远拿100分的标准来衡量你们。我到时候淘汰怎么办？嚎啕大哭，我跟你说。过两天就跟你告别，我看一下。
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这个世界上，嗯。想成为怎样的人，在追逐的梦怎样成真，你带着对未来的疑问，奔跑着，前行着，坚持着。